今天家和西西鬼鬼祟祟的，也不知道在那交头接耳的说些什么。妈妈，今天有快递吗？今天没有快递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今天没有快递怎么办？没事，妹妹看我的。妈妈，老师让我们在家多练练篮球，我想领妹妹出去打会。好呀，那妈妈陪你们一起去吧。不用了，妈妈，你在家忙你的工作吧，我会看好妹妹的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那好吧。耶、yeah! ，那我们下去吧。这俩孩子今天怎么有点奇奇怪怪的？他俩肯定有事儿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咦，这俩孩子怎么跑去快递超市了？不行，我得下去看看。我到底看看他俩搞什么鬼。咦，出来了出来了，这俩人好像买了什么东西啊，跟上去看看。看看这俩小孩不知道又偷偷吃什么呢。差点被他发现了。走了走了，我去看看他偷吃了什么。看看看看，这俩孩子又偷偷喝饮料了。说是下来拍球，结果偷偷喝饮料滑滑梯去了。哎呀妈呀，差点又被他发现了，我还是赶紧走吧。妹妹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。妈妈妈妈，快开门快开门。怎么了这是？妈妈，我发现有人跟踪，我不会是梅姨吧？什么梅姨？还好这孩子没发现是我。不对呀，怎么能把我看成梅姨呢？我长得像梅姨吗？这孩子刷视频刷多了吧？完了完了，我被梅姨盯上了。梅姨不会要把我和妈妈给抓走吧？